大家好，我是妈咪，我是彤彤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还有开小铃铛。好，那我们 Go！ 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箱玩具。不是，玩具没有，今天不玩玩具。今天呢，要来喝汤。喝汤。对，喝汤。呀，好，今天呢，妈妈收到了在网络上订购的商品，叫做真会吃。是我们很会吃。没有啊，它就是里面呢就叫真会吃。那我们今天先来开箱看看，里面是妈妈所订的是什么东西哟。好。哇，这个就是汤吗？对，有三种三种汤，里面它总共有六包，然后呢，其实汤品总共有三种。妈妈订购的是一个是经典罗宋汤，还有奶白云耳炖圆蹄汤，还有一个腰果养生炖紫排汤。这三种汤品呢，它是那种里面有一个系列叫高长高高系列，这样子，对，就适合小朋友的补钙质用的一个汤一个系列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拿出来。是不是一个砖块啊？对，里面都结一个冰块啊，它是。他这个送来的时候呢，就是全部都是那个冷冻出货的，这样子食物才能够新鲜。Nice。它的加热方式很简单，你只要用微波或隔水加热就可以了，很快速的可以直接上桌，让家人跟小朋友喝到美味的汤品。之前有订过外面的那种汤品。那来说的话呢，其实这种即食汤呢，我最怕的就是它重油重咸。好，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来把它给微波加热之后呢，来一一开箱给各位看看里面的量是不是真的很多，小朋友会不会喜欢？那我们 Go！ 耶！这是我们第一个汤品，叫做腰果养生炖紫排汤。这是我们微波好的汤品，然后呢，它的汤整体感觉呢，其实不会很浑浊，上面也没有浮那个油，这样子，蛮清爽的汤品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里面的料有哪一些哦，料好多哦，样子。啊，红萝卜跟白萝卜，然后玉米，嘿，肉，哎，肉好大块哦，这个叫猴头菇，这个是那个牛蒡，还有红枣。好，汤匙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好，那我们来喝喝看喽。来，首先先喝它的汤。好喝，真的。而且不会很咸呢。对，清清的汤，清清的汤，而且它的汤带点甜味，它汤是甜的。好，那我们吃吃看它的料。料。它萝卜炖得很软呢，一咬马上就分开了。对啊，那我们来吃吃看它的肉。肉，我要吃。好，它肉没有那种肉的腥味呢，真的蛮好吃的。第一次买那种即食汤来说的话，算肉来讲真的很大块。真的，超好吃。真的，这个汤品呢，它会有一点中药味在里面。虽然闻起来是很多中药味，可是喝起来却不会。第二款汤呢，我们接下来要喝的就是奶白云耳炖圆蹄汤。那圆蹄就是那个猪脚公公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它里面的料哦。来，这是它的汤，汤的话呈现那种奶白色的，哇哦。然后里面还有哪些料？猪脚，哦，猪脚好像很多块。还有什么料呢？这个黑木耳，好，哎呦，花生，来，汤，拿这个汤真的很好喝，冰煮还好喝，喝起来没什么负担，我们来试试看它的猪脚，我跟你讲，猪脚是妈妈最爱。真的。我用手抓好了。它炖的好烂哦。Oh my god！ 这皮 QQ
而且皮很 Q， 有那个黏黏的感觉，很好吃，有那个胶质这样子，哎、嗯，好好吃哦。然后吃哈木耳，刚才吃过了，我喜欢那个木，还是而且那个脆脆的感觉。吃一下它的花生，花生，哦，花生都化掉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它一直在吃猪脚，哎，很喜欢吃，真的很喜欢。猪脚好吃。我们第三款汤品叫做经典罗宋汤，对，然后里面的话有你喜欢的番茄，这是番茄汤哦，对，可以这么说。然后它里面还有你喜欢的牛肉、红萝卜，对，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里面有哪一些料哦。好，来，这就是我们经典罗宋汤，看看里面有哪一些料。这个马铃薯，马铃薯，对。红萝卜，红萝卜，哎、这个是哦，这是牛肉，牛肉好大块哦。这个是番茄哦，还有豆芽菜跟洋葱，肉哇，好大块哦，这牛肉超大块的。这是我们第三款汤，叫经典罗宋汤，那我们现在来喝喝看它的汤哦，好浓哎，番茄味道很重哎、好喝哎，好喝哎，嘿，以后你都不用再煮它了，你直接买它的这个汤就好了。啊，真的、哦？所以以后我不要煮了，就喝他们的，来，你吃吃看那一块牛肉如何？你要吃牛肉？牛肉。好，来。牛肉我最爱吃。阿妈。我最近跟你讲。他们的汤。看他们的料真的超级好吃的，真的、哦，喜欢喜欢，大家看那个肉真的好大块哦，红萝卜炖得很软烂，我刚刚有吃了，我来吃吃看它的那个马铃薯，哦，好松，马铃薯整个是松松的，化掉了，它里面的话有五块那个牛肉，然后每一块都是真的这么大。它没有那个任何加上味精，还有其他的添加物，真的完全是用食物去炖煮出来的汤品，所以它喝起来真的是食物的原汁原味。好呢，今天的汤你都喜欢吗？都喜欢。哪一款是你最喜欢的？很难选哎、很难选，为什么？每一种汤都很好喝啊。对啊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记得要留一些给我啊。哦，再说。真是不孝女。相关产品的介绍跟怎么订购呢，我会放在我的说明栏上面，各位可以进去看看。它用到的食材呢，都是用到了台湾的农产品，外加它有 ISO 22000的认证。Nice。之前啊，一直发生很多那种食安的问题啊，那因为它有 ISO 22000的关系，有帮我们做的这个严格的把关，所以我们在买这个产品还有吃这个产品的时候呢，我们至少比较安心，给小朋友吃，给家人吃，我们至少都比较放心。这边的话呢，我们进到了那个真会吃的网站，它的网站连结我会放在说明栏上面。好，这边的话呢，它有很多的介绍，汤品的介绍啊，然后很多种产品，各位可以进到这个官网里面去看，非常多的东西。好，然后呢，你可以单点，你可以单独呢点这种汤品类，就是看你喜欢什么汤品就单点那个汤品。当然呢，如果说你像妈妈一样，就是说买它的组合系列的话呢，也可以在这里面可以去找得到。那像我们看一下哦，里面有很多有适合那种那个美颜的滋补养生，这次妈妈买的就是这个高高系列，就是长高高汤品这边。那我们就点进去，点进去之后呢，总共有三款汤，每一个汤呢就会有两袋，那所以总共是六入。那下方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它的介绍啊、推荐，里面的话三款汤呢，里面的内容物介绍，还有它的卡路里标示，非常好哦。那我们这边的话，把它加入购物车，按结账，好。之后呢，这边的话就是送货的地点，这边它是用冷冻宅配，那我们就前往去结账。
这边的话就将你的资讯给填写完成，这样就好了。那这边有个订单备注，就是看你有什么想要告诉卖家的部分。像我在订购的时候，我就会特别注明说几月几号跟几月几号比较方便收得到货，然后请他这个时候再送过来，我就会在那个备注栏特别注明。好，这边的话就可以提交订单，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他的订购了哦。像妈妈是个职业妇女，所以呢，我如果为了要煮饭方便或者准备餐方便，其实我会买一些微波食品啊。但是现在市面上很多那种微波食品啊，或者冷冻食品，其实说真的，它不是那么的健康，而且有些是标示不清楚。那这一款产品呢，我会特别介绍，是因为呢，它的网站上介绍的很清楚、很详细，而且呢，有一点吸引到我，它就是有营养师团队所设计出来的汤品，而且它里面的食材啊跟汤，我们今天在试喝来讲的话都不会太咸呢、欸。而且料很多。对，料很多，真的。超级多，真的。然后汤也很好喝，不会很油腻，没有负担。然后卡路里来讲呢，大概就500左右这样子。对，我觉得蛮就是完全无负担的一个汤品，很适合我们，就是可以买来，然后放在家里面，然后呢就是随时随地可以加热来喝，来补充自己的该有的一些营养素跟那个热量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还要开小铃铛。好，身为妈咪的我就是要带着你们霸道的顽皮下去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